哎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我女朋友的屁股在这边笑了。你说这一台吗？好美啊！啊，好美的臀部啊！哎呀，上面都是沙。没关系，你依然扮特技，大力点还会叫得很大声。我说排气管。你的眼神永远这么动人，带你出去多有面子，大家都说你好漂亮，好可爱啊！你真的好美丽，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等我一下，你神经病是不是啊？小师傅，我好渴哦，你身上没有饮料？有啊。昨天的应该也可以喝。那个你车子冷气有点冷，可是已经最小了耶，很冷呢。这边来，你身上连棉被都有。对，这棉被有点湿哎。我昨天我在车上吹头发。你在车上吹头发？你车上连吹风机都有？嗯啊，没办法吹啊。我插头都插这边了，用看看可以用。没风了，没风了。对。你怎么车上什么东西都有啊？你睡车上干嘛啊？干嘛啊？被赶出来，他妈不要我，很正常啊。我在等书包啊。啊，我刚打一个很错的。哦，这红灯怎么这么久啊？你干嘛啦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等一下绿灯就给他推下去。好，三二一，靠北写的亏。啊，等一下 A 到怎么办？哎，干嘛啦？踩我车，它会痛。哎呀，车有，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，撞一下后照镜？哦，你不要一直开开关关，我格子钢贴，别闹了，看我把你锁起来。哎，啊，我不是锁起来了。啊，我搞一搞。今天出去一整天哈，垃圾累积了很多。等一下，你的垃圾给我一一带下车。好啦，我记得啦。你每次都说你记得，我搞一搞。现在哈，我们就规定一个垃圾500，让我们压点好。嗯，好啦，拜啦拜啦。哎、欸，喂，这样。谢高富，账号哈，我已经传给你了，你等一下先付1500给我。1500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听到不白痴啊？对了，跟你讲过说不要丢垃圾在我车上。好，我们来检查一下。这些阿小，女生的东西你也丢我车上啊？记得牙签屁呀！记得，我们去格兰利威的那个液配，把你再丢到我车上。啊，再来再来哈，赶紧干嘛？哦，叶西，你先放我车上啊！大林老师，哎，好，方案 A 哈，我给你一个方案哈，你自己考虑一下，你先预付个10000，丢24送你他妈1次呀！啊，哦、有够划算，把你这种北极哦，都我一万了，10000是不是？我看一下我上现金够不够？哎，我可能要零下哦，上现金。这靠背哦，你还真的给我看钱啊？得更小。